嗨，你好，我是牛奶爸。今天的主题是自媒体经营的内容发想。这一集超级无敌重要，因为自媒体的经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长久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做生意一样，是要做经营的。那今天这一集呢，适用所有的自媒体的经验，譬如说 Facebook 啊，脸书，它可以上传这个文字、图片跟这个影片。YouTube 呢，一样，它可以上传影片跟文字嘛。Instagram、IG 也是嘛 ，TikTok 目前是文字比较少，文字的量比较少，大部分是着重在影片。然后 Blog， 那 Blog 就是图文、影片都可以啦，或者是 Email 的经营啊 ，Twitter 的经营或 Line 的经营哈、只要能让我们可以持续发贴文或者是发影片的这些自媒体，通通都适用。那我们可以利用新闻时事和自己的产品去扯上关系。譬如说，我们可以到雅虎的新闻去看一下最近在流行的话题是什么，然后再做一下连结。譬如说，我今天到雅虎的这个首页去，它上面这边就会有个热搜嘛，好像这个暮光女爆燃易，金融股配息，芝麻素啊，这可能是广告，然后福湾性骚，然后新北叶诞城这些，或陈子璇这些热搜的这些关键字。那你再重新整理一下网页的话呢，它可能这时候关键字又会变，好像这个华邦店目标价，然后不锈钢工作桌有的没有的台股盘后，高雄房价查询等等红海墨西哥厂今天有那个什么被勒索病毒，好，那这些都是时事。那我们来举例一下，像金融股配息，它你就可以用这个时事跟你的专业扯上关系。譬如说你就是讲存股的概念嘛，就是投资理财的话题。那像今天我看到电动车概念股，这个也是热搜的关键字，那你就可以讲一些积极投资该如何选择股票这种也是投资理财的话题。还有我看到这个卫浴装潢这个关键字，那如果你是讲房地产投资的，房仲业的，或室内设计业者，或是套房出租业者，那这个关键字呢就适合砍在你自己的这个话题里面，因为你就是这个相关行业嘛。还有一个本土演员陈文山，这个我不认识，这个也是在热搜关键词今天看到的。那如果你是表演艺术产业的话，这个话题你就可以把它砍进去。然后我还有看到儿童教育的，那如果你是亲子关系专门在讲人际关系，或者是你是补教业，或是你是做安亲班的，或者是你是学校，或者你本身就是老师，那这个儿童教育这个话题呢，也是可以把它砍进你自己每天经营的这个话题里面。还有看到新北叶诞城嘛，那如果你是做活动策划或公关或是旅游业者，那这个话题你就可以把它砍进去你自己在经营的自媒体里头。还有我看到台南住宿的，那如果你是民宿业者或是旅游业，或是你是部落客或 YouTuber， 那你也很适合就去扯到这个台南住宿这个关键字。好，所以如果你已经有自己的产品的话呢，不论你是做电商或是做直销，或是做一般业务，或是中介或代理推广别人的产品等等，经营这个自媒体的寿命最长也最能够凸显个人品牌的方法，就是知识型的网红。如果你是搞笑类的啦，或是其他一些短片类的啦，它的给人的记忆点都不可能太长长久久。而且如果你是真的要走搞笑路线的话，那你也要有非常充沛的搞笑的题材，那也是一种天才啦。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呢，那我就会建议你朝知识性的网红这种路线会走得比较长久，因为知识无穷尽，知识非常的广，非常的多，所以你就可以从知识型的网红去切入。但我讲的网红并不是说你真的要非常非常的红粉丝都要好几十万几百万其实不需要但是你培养到粉丝几万人，这是很可能的这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好，然后分享你的专业知识啊和你的创业故事是比较容易入门的方向如果你不知道你要讲什么的话就从你的这个专业知识去入手，还有你的创业故事去入手。那如果你还是一个上班族，你并不是创业者，那你只想要利用一些空闲的时间去经营你的个人品牌呢，那你就要先选择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你可以从新闻话题时事的话题来看看你自己最喜欢看什么样类型的新闻或书籍，
然后你再开始去收集相关的资料。举例来说，如果你喜欢赚钱，你可以拍一些投资理财相关的财商知识。那你说我没有这些知识啊，那很简单啊，如果你不想花钱，那你就到图书馆去借阅免费的同一类型的书籍和杂志，大量的阅读它。图书馆这些资源不用白不用，真的很可惜。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是直接我们在台湾就有很多线上直接就可以借阅的，甚至还有电子版的，非常方便哦，都不用钱。那如果你喜欢旅游的话呢，你可以去拍旅游相关的 vlog 或者是推荐住宿等等的分析介绍，这些题材都可以当成你经营自媒体的话题。那以下呢，我列出了好几十这个种类让你去做参考。在国内外有很多人就是从这些方面着手，并且去制作他们自己线上或者是线下的课程，并且去经营自媒体而展开了整个创业的旅程。第一个健康食品类，健康食品类就很多了。第二个是因为这边有很多，我大概念过一次。第二个是甜点装饰，第三个是钢琴教学，这都很容易理解嘛。第四个吉他教学，第五个小提琴教学，第六个旅游冒险类的，第七个大脑科学的记忆术，第八个增高术，这个都有人开相关的课程哦，或者是相关的产品哦。第九个室内飞轮的训练哦，这个也有人在教。第十个面相，第十一个手相，第十二个命理，第十三个姓名学，第十四个紫微斗数，第五十五个星座学，第十六骑马术，教人家骑马，第十七重机的分享，试驾的评比，如果你喜欢重机的人就可以去 做这方面的分享。第十八汽车的试驾评比，这个也有很多人在做嘛，但是真的做得好的又不多嘛，对不对？第十九个企业管理顾问，第二十个训练医师判断超音波，第二十一房地产的教学，第二十二外汇教学，二三期货的教学，二四股票的教学，第五二十五共同基金的教学，第二十六钩针编织的教学，第二七防身术，二八作词作曲的教学，二九歌唱的教学，三十篮球的教学，三一足球的教学，三二桌球的教学，三三羽球的教学，三四网球的教学，三五棒球的教学，三六绘画的教学，三七瑜伽教学，三八训练宠物上厕所，这是一种服务，也是一种教学。三九宠物美容，这也是可以做成教学或做成服务。四十是宠物代管照顾，第四一驯马师，四二城市设计的教学，四三小说撰写，四四十八分钟演讲，这是一种训练或者是一种教学都可以。第四十五植物的养殖，像我自己买了盆栽养到后来死掉了，我都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专业知识。第四十六特技杂耍，四十七各国移民的办理，这个我有真实案例，我的朋友他要移民到加拿大，然后他去找那个移民中心代办中心，他要收费15万，然后呢他英文不错，他就自己上网看，到加拿大的网站去看移民的相关资料办理方法，然后全部加起来他自己去办全部只花了5万块，所以代办中心呢要15万，等于代办中心赚了10万。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哇，你有这方面的经验，你把它写出来分享，这个网站应该会蛮多人想看的，可是他就是说嫌麻烦就不想做这件事。所以这个各国移民办理，这个也已经很明显有这种代办中心，那表示什么？表示他就是有这个商机，有这个需求嘛。好，第四八信贷专家，专门帮人家贷款的专家。四九高普考的专家。五十相亲媒人的中介顾问，我就媒婆啊。五十一健身教练。五十二按摩精油的专家。五十三药草的专家。五四冥想的教练。五五生命教练。五六激励大师。五七写情书的教学。五八聊天交友的顾问。五九搭讪恋爱专家，
说到这个，我有一个在五年前，在2015年的一个学员，他们的品牌叫做爱情乌托邦，爱情乌托邦，然后里面有一个 Albert 是哥哥，Skyler 是弟弟。那 Skyler 呢，他现在在经营 TikTok， 已经有十几万个粉丝，经营得非常好。然后他们就是专门教人家怎么样去追女孩子，然后怎么样这个维护亲密关系，他们教得非常好，然后新闻也经常在报道他们，现在做得非常不错，也成立公司了。你们可以去追踪一下 Skyler 他这个 TikTok 上面的一些影片，他们都教你怎么样跟女生相处。第六十，说故事专家。六一，写作专家。第六，六十二个，文案高手。六三，销售业务的高手。六四，英语教学，这很常见啦。六，发音教学，从英语又分成很多，文法啦，发音啦，你又可以分成很多，垂直细分下去。六六，营养师，比如说你要减重增肌或者是增胖啊，这个都属于营养师，他们可以去控制饮食的调配，这个也是非常专业的知识。六七，大学考试的高手，因为这种人专门很会抓重点。六八，多益的英文专家，很会考多益的。这个在网络上有一位我知道的很会考，有一个他出了多益的教学，他销售的那个线上课程，我记得他卖6000多块。然后光是他的这门课程，我刚把它算下来，他的销售的人数算一算，已经收益大概有2-3千万以上吧，很可怕哦。好，第六九，电脑教学，电脑教学就不用讲太多了，跟电脑相关的软体真的太多了，光是一个电脑教学就讲不完了。好，其实手机 APP 的教学也一样啊，手机 APP 也是多到讲不完，教不完。第71，软体开发。第72，自传的代笔。自传代笔，譬如说有的人他就是不会写，可是呢他会讲。那如果你会写的人呢，像新闻记者，他们就很专长这一方面，去采访一个人，一个名人，然后名人不会自己写嘛，那采访完之后记者就帮他撰稿，把他写完他的一生，哇，写得非常好。所以这种自传代笔它也是一种收入，也可以做教学，也可以去做服务。73，珠宝鉴定。这个珠宝鉴定也是因为我之前有朋友，他们都会去香港考这个珠宝鉴定的证书，好像 GIA 吧，有点忘记这个英文。然后我后来就发现 YouTube 上面，以前都没有人在教珠宝鉴定，后来就我看到一个叫花轮哥，花轮哥，对，看起来好像60几岁的吧，他就非常的积极的录这个 YouTube 的影片，教人家怎么样鉴定这个珠宝或者是这个玉啊、玉环等等的哈，他做得非常好，所以这种专业知识呢也非常适合拿出来做分享，然后慢慢去累积粉丝。好，再来74是销售演讲。演讲它有分激励型的演讲啊、成功学的演讲啊，像销售演讲就是你讲完之后就要准备收单，要卖东西，这种也是高手哈。通常一场精彩的演讲完毕之后，它销售的效果会非常的好。75，心理諮商，好像 NLP 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心理学类型的这个心理諮商师啊，这个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啊，也做得非常好的人也很多。那我知道的，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就是这一方面，他念心理学，大学念心理学，后来他就上那个电视节目去，爸妈囧很大这个电视节目去。然后他现在自己也在网络上直接卖线上课程，还有卖这个以前我们讲有声书，那有声书现在已经进化到不用 CD 了，不用光碟了，他们就直接一个网站让人家直接听他们的那个 MP3 的档案，就是这样，卖得非常好，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课程。76，保险理赔的高手。这个是我在8年前有一个学生，网络行销班的学生，我就问他说你的这个保险的专长是什么，他说他专长就在于理赔，因为他对那个保险的法规条文非常的清晰透彻，他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所以如果有这个保护啊要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不赔的时候去找他，他说有80-90%的几率都可以赔，这个就是他的专长。所以他一年光是靠人家介绍的案子，在8年前他是跟我说他一年光是人家介绍案子就超过120万的收入以上了。
好，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专长哦，保险理赔的高手。好，第七期法律顾问哦，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律师，或者如果你不是律师，那你可不可以当法律顾问？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行啊，只要你够专业，只是你没有去考律师证照而已。好，第七八，研发宠物的饲料哦，这个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专门做狗粮，狗的粮食，然后跟他买过他的狗粮的人都说，那个狗啊，只要一闻到他的那个饲料的味道，就冲上去，很爱吃他的狗粮，所以他卖得非常好。好，第七九，养鱼的高手，这个养鱼这个我也有一点不愉快的经验，就是我自己养的那个小锦鲤啊，朱文锦啊，买回来二三十条，然后过不到一年就已经死掉一半以上了，所以我不晓得到底应该怎么养鱼，所以我觉得养鱼的高手在网络上其实也可以串红，因为我有朋友他们是在卖跟鱼相关的产品，就是水族馆，那利润都非常的高， OK， 利润非常高。好，讲到这边，以上呢只是一小部分我能够想到的一些专业项目了，那个这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被解决，那我们去思考一下，从小到大自己遇到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问题，最后你都是如何去解决的呢？那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整理成自己的生活小锦囊，锦囊妙计，那你去找到自己想要分享的主要内容之后，那我们再来说说知识变现的一些流程，上面这些都是你可以想得到的，或者是你自己再去另外想出来的，你跟你的生活相关的你自己遇到的问题，你想一个你自己最喜欢切入的主题，这些都是知识的分享。那这些知识的分享呢，你在各个自媒体经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每天说一点，每天说一点，或者是每个礼拜集中说一些，慢慢的去培养你的粉丝群。那可是你培养粉丝群之后，你到底要怎么把这些知识做成变现呢？其实有一个流程，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你这个知识呢，就是分享在自媒体，目的就是累积粉丝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收集的潜在客户名单的时候，你要给予好处，因为这些粉丝他们只是订阅追踪你，可是你没有他们的联络方式，所以我们会鼓励你收集他们的联络方式，譬如说电子邮件，或者是他们的 LINE， 最好还有手机，那更好。那你在收集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给他好处，不然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个 email？ 好，比如说你要给他一个你整理好的付费的电子书，可是免费给他，或者是付费的教学影片，可是免费给他，只要他填入他的电子邮件，或者是留下了个人的手机号码，那我们就会自动透过这个电子自动发送系统，或者是他加 LINE 的生活圈 LINE 的那个官方账号，自动回应讯息的这个功能，那你就把这个连结下载连结丢给他。那第三个就是组建付费的群组，你可以把他们这些粉丝呢你就成立一个付费群组，那当然要有一些条件嘛，然后付费的人才可以进了这个群组。好，再来就是你可以去销售你的线上课程或者是线下课程，实体教室的线下课程。好，再来就是你可以去业配相关的商品，跟你的主题相关的商品，你就可以去做业配，譬如说联盟行销啊，业配不见得说厂商来找你，厂商主动找你，这个叫业配。你可以去做联盟行销，就是跟你的产品相关的，假设你自己没有产品，那你可以去譬如说像通路网通路网这类的网站，或者是联盟网这类的网站，他们都有卖很多实体的商品，那你就可以去看哪一些商品是跟你的话题主题是有相关的，你就可以帮他们卖这些商品，那你会有自己的连结，透过你的连结点击去他们原厂买，那买交易成功之后呢，你就可以获得佣金，这个是联盟行销的机制。再来就是你可以去出书，因为你这个专业知识，而且你又有自己的粉丝，我跟你讲，这些书商啊，这个出版社啊，他们最担心的事情是，因为我自己出过两本书，我知道他们最担心的事情是出了书没有人买，所以如果你自己就有自带粉丝这个是他们最开心的事情，因为他们不用100%帮你负责这个书的销量，因为你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小小网红，你可能就已经有上千人或上万人的追踪者，所以你的书一定会有固定的销量可能你
一万个追踪者里面可能就有100个，我们不要讲说1000个十分之一，我们讲1%好了，哦，可能就100个人，10000个人就100个人跟你买书，那你就至少就已经帮出版社省掉很多这个行销的费用了。好，再来就是你可以组建团队，因为当你这个事业越做越大的时候，你一个人哦是 cover 不了的，所以你就要有人可以互相帮忙。尤其是你可以从这些粉丝群里面去找，因为既然是粉丝嘛，所以他们就对你了若指掌，而且是这个志同道合啊，那你就可以找哪些人可以来做帮忙，然后给他们一些费用哦，酬庸，那去组建团队，甚至可以共同成立公司。好，再来就是去举办活动，像我刚刚讲那个爱情乌托邦，他们在台湾就有很多地方去举办，像绅士活动啊，或者是集体一起去包一场电影院啊，然后大家都穿着西装笔挺啊，然后100个人上街头，然后一起去包一家电影院，哦，他们就常常很会搞这些活动哦，做得很棒。好，第九个就是媒体的专访报道。这个媒体专访报道有两种，一种是付费，一种是免费的，就好像跟出书一样，出书它也有分自费出版或者是免费，出版社直接帮你出。如果是出版社直接帮你出的话呢，那你能拿到的那个佣金比例就比较少，可能就只有 10% 或 11% 左右，也就是说300块的书呢，你卖出去你只能分到30块左右。那如果是自费出版的话呢，好处是说你卖多少赚的钱都是你自己的，但是呢坏处是说你先期印刷费用还有这个上架这些你都要自己找经纪人帮你去铺成这段工作，然后印刷的成本这个你要你自己分担自己负担，所以你刚开始可能就要花个15万到20万左右，哦，去做出书，这个就是自费出版。那媒体专访报道的话呢，就是像我自己有 TVBS 来专访，可是这是因为刚好他们看到我的部落格，哦，所以经营自媒体很重要，就是他们看到我的部落格他们有兴趣，刚好 TVBS 在做一期专门在报道创业家的故事，所以他们就来找我，那我就获得了免费的曝光，这完全免费。那如果是付费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去买这类的报道，那大概也是要10万上下左右吧，你就可以上这个某一个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这样，那这个就是媒体的报道。好，那这个经营内容行销呢，你就是要不断的把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然后呢你再产出你自己的文章和这些影音的创作，所以时间管理非常重要哦。每一件要做的事情啊，你都必须要事先安排好，你每天要做的你自己的创作的时间你每天都要安排好。那如果突然有人哦跟你做其他的做邀约，譬如说哎，来我们今天要去聚会啊，要不要一起来 啊我们今天唱歌啊，要不要一起去啊，你自己一定要判断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哦，不要说啊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你就答应赴约，因为你正在打造你自己的个人品牌，这个需要固定产出的时间，而且你必须要累积，哦，如果你没有累积的话，你的粉丝群就不会粘着度这么高。那自媒体的经营就是你时常要去曝光，不管你今天要用 Podcast 还是你要在 TikTok，哦，影音的方式，或者是你要写文章和部落格，或者是你要发电子邮件 email， 这些自媒体的操作你都要定时或者是时常经常，哦，去做这个露出让人家看得到你，这个才叫做经营自媒体。那今天这一集呢，分享了很多这个刚刚讲的各种行业别各种专业知识的分享，你可以再来看一下哪些是比较符合你的。那如果你这边你都没有兴趣的话，你再去想想看自己从小到大到底对哪些东西比较有兴趣，或者从哪些新闻里面你看到哪一些新闻呢是触动你想要去点击的，那就是你的兴趣，好，从中间去找出来。所以我今天把这个文字资料呢附在影片或者是这个 Podcast 的声音档的下方，哦，让你们去做参考。好，那希望这集对你有帮助哦，我是牛奶爸，我们下次再见，拜拜。